出门了，把我跟你闺蜜扔家里啊？没事啊，你俩又不是不认识，你俩聊天嘛。天都黑了，你不知道防火防盗防闺蜜啊？这有啥可防的，老公我相信你。我走了。那我聊啥？我不会聊天啊。哎，范范让你来试探我是吧？没有的事儿。喝水。谢谢。你觉得勇士队和掘金队哪个队强一点？什么？什么队？勇士虽然现在战绩不好，但是一旦让他进入季后赛，没有一支球队可以小瞧他。你还挺懂球。那你觉得人类适合移居火星吗？不太适合吧。我不敢苟同。虽然现在火星晚上零下温度可以达到83度，但是人类可以生活在地下。那个我有点饿了，要不然咱俩点点宵夜吃。不好意思，我答应我老婆了，不跟其他异性吃宵夜。没有试探你的。那你觉得姆巴佩和哈兰德谁强一点？有病。还在试探我。羞涩的半生相片纸，第一次